来做是妨害自由刑事犯法的呀。家己完全无顾米古的意愿啊，所以改变伊人生，家己改到安尼偷天换地。这条比妨害自由应该加较重哦。董事长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甲蔡元龙约见面？是毋是甲米古代志有关系？恁这两下真好笑嘞！我约蔡院长见面呐，是想要用伊请教未来成老人医疗的问题啦。啊，这甲米古看有啥物关系？有啥物地带啊？你莫在遐咧结空结空啊！五年前啊，你就把误会已经变作植物人的米姑啊，你把它当作是小雨，你就把去疗养院偷偷来看过。所以，你过来找我算这条。你怪我无把小雨照顾好势，佮佮咪说一个嘴皮，你即马佮我定亲，讲你唔知影创伊丢啥。无唔对，你就是把当年为疗养院创造是小雨，所以后来才无进无退，帮助慢条湾的队伍啊。因为一切。让你掌握其中，所以我让你怀疑廖永仪那场火灾，甚至是米国害了，拢甲你，还有蔡院长有关系。五年前，你把我的米国当作你的小雨，徛在一个做妈妈的立场，你真有可能，因为去世啊，无个小雨顾好势，你就归去，放火把廖永仪烧掉，还把米国带走了。刘在燕啊。你真正去笑啊？啊是讲，你感觉对米古亏欠，所以你胃下甲头壳歹去啊？我甲早早是要创啥啦？这些植物人对我来讲有啥物作用？因为当年你甲吴永生的后生吴信贤啊，你当初病较真严重，人家讲是无药可医啊，所以就伫个你发现已经变作植物人，啊，毋过你感觉还佫有淡薄仔机会米古的时阵。你就对伊产生一个变态的期待，你想要甲米姑，甲伊改造，予伊代替吴信贤，帮助你伫个部下的地位用个徛在。你阁真正想袂到，米姑阁真正予你救甲精神。恁这阵人哦，真正是同款笑呢。嗯，对，我承认啦，我唔甘要我的信贤啦。这么少年就离开我啦！搁再讲啊，伊个时阵的魏伟宏哦，因为身体无好，袂堪要刺激嘞，所以啊，我就伫阮后生美国大个病院，找一个无名无姓的植物人来顶替真正的信贤啦。是讲这甲你个面具有啥物关系啊？恁哦，莫伫遐得高道菜刀后白讲好无？洪彩啊，你到今嘛还是唔去讲那实话？我只是替信贤找了伊的亲人，伊若真正是无辜的，现在要讲出真相。我再讲，你甲吴信贤过去五年母仔囝的关系，我都唔相信你对什么感觉拢无。你敢唔敢当作回一个弥补，给伊一个落后归根的机会？敢有遐尼困难？敢唔敢当作给你家己积一寡福报嘞？积福报。我家己的亲生后生哦，都唔敢承认我这个妈妈，我是要做啥物好报啦？若是想要知影吴信贤身世，真简单，只要我的后生小雨愿意叫我一声妈妈，愿意接受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我就接这个报。彭总，小雨，你唔能用这个查某用亲情甲你绑票，你就放弃你家己的原则哦。彭彩霞，你真正有够可恶呢！小雨唔肯认你，是因为你败掉，你无一个做老母的款。这甲你是毋是愿意讲出吴信贤的心事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你竟然用这件代志来威胁小雨，你真正够卑鄙，有够无天良呢！我希望家己的亲生后生跟我相认，这叫做无天良。那是有这款想法的人哦，这是鸡啊长鸟啊多啦。吴信贤对我来讲，都是人生中一个无缘的过客啦，我那就需要因为伊为了我家己的后生，即卖我只是诚心诚意等待我后生接受我呢。
包括在我早一步找到蔡院长，我伊一笔钱，爱伊先出国票红头。只要蔡院长的消息，都无人会当证明当初的货是我放的。而且趁火烧的时阵，带走米姑啊。今嘛，就爱看丁慧娟伊是安怎出招啊啦。就因的手，拄着这个米姑哦，才是真正永绝后患。谢谢。哎呦！哎呀，你安那无？无啦。哇，真是我无细字，啥叫？歹势。啊，不要紧啊。当初伊好势啊。喂，你的太太廖孟之今晚在我的手头，若是爱我的命，就请我跟伊去做。这敢是诈骗？我有派人甲伊定条条，恁若是报警，若是甲其他人讲，就准备替廖孟之收尸。华哥讲话，那么我哪会知影你讲话到底是真还是假的？诈骗的，诈骗的。孟之，孟之。我在跟你讲话，今麦到底是安怎？老公，紧急有关，拜托你。你马上出来，等你到大门口的时阵，我给你进一步的消息。爱记的，绝对袂当报警。喂，喂，我连收电话的事要处理，你先把物件送回去。告诉我多少工？不要紧。别耽误着比赛啊！好去。打给老婆。孟子手机关机啊！敢讲那真正不是诈骗，是孟子拄着危险啊！喂，你今嘛为这边？干小件啊！我拜托你，别伤害孟子，我袂甲伊讲话。老公，电话。孟子，卖拖时间，将我带去做。好，好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哎，你干咪姓韩？我真正是我翁呢，伊毋是要去比赛，哪会往迄边行啊？啊！快行入去，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进来看卖啦！哦，我拜托你，唔安怎，莫去伤害孟子，你是无辜的。麦老师，紧弟弟行过来廖孟子家哦。莫逼到我无来，安那无？我著直接给杀爆你脚卡。老公，你手头有刀，我就惊的，你赶快来救我！我拜托你，有什么事情请你我来，别去伤害孟子。慢点，所以你是在催眠？我就会放一手，紧背起来。老公，赶快救我！我唔知。我到底是倒位得失着你啊！我拜托你，就算牙关的，先帮我自理开好不好？看你想要怎对我，拢不要紧，我拢无意见。我只是提钱办事啦，我嘛唔知哦，你到底是得失想啦？你若是想要知影真相，只个你家己去问杨龙。老公，你卖讲问啊！伊是袂帮咱耍的啦。你，你要做啥？我老公已经叫你的黄虎要过来啊！孟子，孟子，你在哪位啊？你
有家己徛袂稳啊！你去搬落去桥卡。你来，你来哪里走？不是跟你无完无休的，你来哪里对待伊？老师，你别惊，老公今晚就来救你啊！老师。你是在哪啊？我不是。我刚刚跳不掉。王子，王子。我变到廖芒子，那退倒来啦！我变哪会知啦？万一代志无办好势，方彩霞阁要甲恁刁难啦，这是假衰。老公，你哪会来遮？你才阁受伤。你好歹人得走，我只能搞我过来遮。哎呦，你可能病去啊！莫紧，你放心。我想办法给你救起来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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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两人跟谁干蒙事？哎，家父，你爸了？爸，哎，不要动枪！在崩灾啊！必定要搞出信贤的心声啊！信贤水都做大事啊！这一点跟崩灾有关系啊！崩灾哈，有可能跟当年米库哦，火灾意外有关系。你想哪里讲？好了，等下罗林啊，我再偷偷介绍你听啊。来，这个有事情插在路头，咱叫车。来，行。你要从啥啦？因今嘛是要送吴信贤去病院嘞，你搁对去？今嘛已经无机会对吴信贤下手啊！你都是无头人，还留在黑无头无钱，搞去民工，又搞个盆菜行，是不怪黑？我是民工的妈妈呢，我一定要再去看卖啦！你回过来！哦，这回过来，这就够找麻烦了。